各位同学，大家好，欢迎收看阿丸公金贼。我是国立中山大学气管系的教师佘建元。我们今天呢，要来继续讨论供给决策哦，要来讨论厂商那个什么厂商的供给行为哦，卖家的供给行为。我们要来讨论生产成本与厂商的供给决策哦。我们在一开始在这一 part 开始的时候呢，有跟大家提到说，如果我们要了解厂商的供给行为呢，我们要先去了解厂商的成本。那厂商的成本呢，是从他们的生产函数导出来的，所以我们在前面呢已经陆续讨论过了生产函数，也讨论过了成本函数。那可是呢，在上一讲中呢，我们只给大家谈什么叫做成本函数。成本函数呢是讨论产出跟总成本之间的关系。那我们也画出给各位一个基本的概念，讲说，成本函数大概长什么样子。那可是我们没有跟大家说为什么成本函数长这个样子，我们只有说。成本函数长这个样子呢，跟生产函数是有点关联的，跟生产函数是有点关联的。所以在这一讲中呢，我们就来跟大家讨论为什么我们可以从生产函数来推导到成本函数，说为什么成本函数长得会像我们上次所讲的那个样子。不清楚那个成本函数长什么样子呢，你可以把上一讲的那个片子再拿出来看，后面有讨论那个成本函数的样子，再看一看，然后再想说，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因为跟生产函数有关系。在这一讲中呢，我们就要来谈这件事情。为什么成本函数长这个样子呢？跟生产函数有关系。我们就先从一个种稻米的这个例子开始来说。我们在前面呢讲生产函数的时候，其实有讲过，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讲过那个种稻米的那个生产函数大概长什么样子。根据那个生产函数呢，我们可以导出成本函数来。我们这样来讲，假设呢，今天这个有个种稻米的这个事业哦，有个农夫哦，他在做这个种稻米的事业，然后呢，他除了他自己种以外呢，他也招募其他人一起来种。那假设呢，在这个什么，在这块田里面呢，劳动投入呢，比如像他自己一个月的薪资是20000块。那他也可以多雇用人来一起帮忙哦，雇用一个人呢，一个月薪资也是20000块。生产呢需要4个月，我们说在台湾呢，这个稻作呢大概是2期，一期呢大概是4个月哦，4个月120天哦。所以如果你找一个劳动力就是他自己的话呢，那你劳动投入一个人的成本呢会是20000×4，就是80000，两个人就会是多少？那个80000×2，16万哦，大概是这个样子。然后呢，他也有资本投入，资本投入呢是包括什么？土地哦，灌溉设备、农机等等的租金哦，等等的租金啊。土地当然是因为土地改良过嘛，才可以种稻哦，才可以种稻哦。土地、灌溉设备哦，农机等等租金，假设全部呢哦，这四个月呢，你付掉的租金是10万块哦，付的租金是10万块哦，这是想象中的例子，然后想象中的例子。实际上到底是值多少钱的哈？这个情况都不大一样嘛，对不对？看你的灌溉设施是什么，看你的 田是在哪个位置，然后有的田是在好的位置啊，有的田在不好的位置，那个租金会不大一样。然后有个田做了很多土地改良嘛，本来是旱田，现在变成水田可以种稻啊，这个情况不大一样哦，情况不大一样，所以租金可能不大一样。我们这是想象中的例子。好，那我们上次呢，在谈生产数的时候有给过，我们就从那个例子来出发，那时候有说。想象一个这个例子是什么？劳动投入有一个农夫的时候呢，产出是15公吨，两个人是35公吨，三个人50公吨，四个人60公吨，五个人是65公吨。我们说为什么图形长这个样子？这个例子当然是想象中的例子啦，想象中的例子。可是这个例子也不是随便乱想象，因为在这个例子里面呢，我有安排了一个细节，这个细节呢是普遍成立的。我们说这个细节叫做边际生产力递减率。只有一个劳动力的时候呢，只有一个农夫的时候，总生产力是15，两个人的时候呢，收分工合作的效果，所以总生产力从15到35公吨，增加这个第二个人的时候，因为有分工合作的效果，所以边际生产力的增加是20公吨。雇用第三个人的时候呢，你就发现说，他增加的这个第三个人的这个价值没有增加的这个第二个人来的好，增加到第三个人的时候，总生产力的增加呢是从20哦，以前在第二个人的时候是增加20的，到第三个人的时候变成增加只有15哦，变成第三个人增加只有15哦，到第四个人的时候呢增加只有变成10，第四人的贡献呢就对这个事业的贡献呢增加到第四个人的时候。总生产力呢，从50到60，也就是说，增加到这第四个人的时候呢，他所对
它能够对生产力的贡献呢，就是它的边际生产力呢，它所额外增加的贡献是多增加十吨，到第五个人说是多增加五吨。然后你们看到第二个人说是20，第三个人是15，第四个人是4，第五个人是5，所以我们说看到这个边际生产力递减。而因为这个边际生产力递减呢，我们也看到，哎，你看你的这个平均生产力呢也递减了，哦，平均生产力也递减了嘛，哈、哦，最高的时候是在第两个人的时候，到第三个人、第四人到第五个人，说，哎，这个平均生产力也跟着递减了，好、哦，那因为有这个边际生产力递减的特性呢，其实我们会看到了这个什么边际成本递增的这个现象，然后我们底下呢就用另外一个表格呢，以这个表格为基础来算算看。哦、如果你的这个生产函数长这个样子、哦、如果你的生产状况长这个样子，你的成本的状况会长什么样子、哦、你的成本的状况会长什么样子、哦、我们用之前的例子来说、哦、所以我们刚刚有提到这个例子里面呢，说一个人的时候总生产力是 15， 两个人的时候总生产力是 35， 三个人 50， 四个人 60， 五个人是 65。 好，那我们刚刚前面有提到每人每月薪资是2万块钱，生产需到4个月，所以你每增加一个人呢，劳动投入呢，你多增加的成本呢、哦、也就是薪资、哦、也就是变动成本，它会是8万。那资本投入呢、哦、就是租这块地、哦、机器设备、灌溉设施等等，你要付的租金的4个月是10万块。啊，这个10万块呢跟你雇几个人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不管怎么样你已经签好租金了，好吧，你已经签好契约了、哦、你已经签好契约了，不管怎么样都是付这10万块，不管你的产量是多少，反正你就用4个月嘛，哎，每4个月 啊，所以4个月全部就是付10万块。你产量是多少，你雇多少人来，就是付这个价钱。所以总固定成本跟你的产量无关。当你的产量做变动的时候，你的产量变动是来自于劳动投入变动的关系，劳动投入变动的关系。当你的产量做变动的时候，这条钱呢，租金哦，总固定成本永远都是10万、哦、你雇一个人、雇两个人、雇三个人、雇四人、雇五个人都是10万。那总变动成本呢、哦、总变动成本呢会随着你雇用的人变动而变动啊。你雇用一个人的时候付掉8万，雇用两个人的时候是16万，三个人的时候是24万，四个人的时候是32万，五个人的时候是40万嘛。每个人每月薪资是20万，生产需要4个月，所以雇用一个人是2万乘以4、哦、所以这一笔钱呢、哦、这笔钱呢就会随着你雇用的人增多，它的成本就会变动啊。你雇用的人增多之后，总生产力也会增加嘛，对不对？所以这块呢就是总变动成本。当你的产量增加的时候呢，你的成本也会增加。那你的产量为什么增加？是因为你现在雇用的劳动投入增加啊。你的租金呢已经讲好了、哦、在那边在生产前就讲好了要付这笔钱出去、哦、所以不管你雇用多少人，不管你产出多少，总是固定的、哦、可是当你雇用的人变多，你的产量也变多的时候，你的成本也会跟着变多。所以如果你雇用零人，就是你自己租了这块钱，可是你什么事也不去做，你去别的地方做事、哦啊、你在这个 business 上面呢，劳动投入是零，请问这时候总变动成本会是多少？一样会是零啦。总固定成本呢一样会是10万、哦、一样会是10万哦，一样会是10万哦，所以来总固定成本固定不变的，不管你产出是多少，产出就算是零，你还是付掉这10万。那总变动成本呢是劳动投入乘以8万，零个人的时候呢，总变动成本当然是零啊，自己下去做哦，自己下去做，不要忘记付自己薪资哦，也要算8万。找朋友来两个人16万，三个人24万，四个人32万，五个人40万。那总成本呢、哦、就是这两个东西的加总啊。所以一个人的时候呢就是10万加8万是18万。两个人呢 ,10 万加16万 ,26 万。以此类推，所以你得到五个人的时候呢，总成本会是50万。那平均成本呢，我们上讲有讲到，平均成本呢叫做总成本除以总产出，也就是平均你每生产一单位，这边一单位是一公吨，平均你每生产一公吨，你的总成本会是多少、哦、所以就是 TC 除以总产出， TC 是多少？ 180， 产出是多少？15公吨，所以就得到 12K、哦、得到 12K、哦、12000。那所以如果你用两个人的时候呢，你跟加上你朋友，你的总成本呢会是26万，总产出呢会是35公吨，所以就是26万除以35公吨，得到这个7400。三个人6800，以此类推，四个人、五个人，哦，一样都是
用这个总成本的数字呢除以你的这个总生产力，然后我们说这个得到就是平均生产力嘛，然后那平均变动成本呢就是总变动成本再除以总产出啊，齁，总变动成本再除以总产出，所以总变动成本是这个啊，八万的这个数字啊，一个人的时候是八万，两个人是十六万，三个人两二十四万，四个人三十万，五个人四十万，所以之后一个人的时候就是八万除以十五公吨，两个人的时候呢，总产出是三十五公吨，总变动成本两个人的薪资是十六万，所以十六万除以三十五公吨就会得到这个数字。好，所以以此类推，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人的时候平均变动成本是五千三，两个人四千六，三个人四千八，四个人五千三，五个人的时候是六千二。哦，六千二这个是平均变动成本，讲的就是说平均每生产一单位的时候，你要付的总变动成本是多少。然后最后叫做边际成本，我们上次有讲到什么是边际成本。边际成本就是说，你每增加一单位产出的时候呢，总成本增加多少？你每增加一单位产出的时候呢，总成本会增加多少？哦，所以它是什么呢？总成本的变化量除以生产哦的变化量哦，产出的变化量。那我们说哦，总成本分成总固定成本跟总变动成本啊。总固定成本是什么？不管你生产怎么样变化，总固定成本都是一样，所以它的变化量是零嘛，因为这个叫做总固定成本，如果它有变化量，它就不叫总固定成本啦、啊，对不对？所以总成本的变化量其实也就是等于总变动成本的变化量，所以边际成本呢，我们有些时候也可以把它写成总变动成本变化量除以生产的变化量。那我们来看第一个，第一列呢讲的是什么呢？第一列讲的是说，当你雇用一个人的时候，就是你自己产出增加15公吨。哦，产出增加15公吨，那这时候总成本增加多少？总成本呢增加多少？你看到这个数字从0变到 180K 吗？不对哦，哦，不是从0变到 180K 哦，当你增加一个人的时候，产出是增加15公吨，可是总成本不是从0变到 180K 哦，总成本是从 100K 变到 180K。 为什么是 100K？不要忘记，产出是零的时候呢，你还是要付一笔钱，这笔钱叫做总固定成本。产出是零的时候，你还是要付出 100K。 所以总成本、哦、当你雇用一个人从零变成一的时候，总产出增加15公吨，总成本增加的是 80K， 总变动成本增加的是 80K、哦、所以在这里边际成本是 80K 除以15、哦、这边比较容易犯错，很多初学者呢会直接用180除以15，不对，要用80除以15，所以得到边际成本是 5.3K。 雇用第二个人的时候呢，产出的增加是从15到 35、哦、15到 35， 所以总成本的增加量呢是多少？一样是 80K、哦、因为雇用第二个人增加 80K， 所以一样增加 80K、啊、除以什么呢？总产出增加的是20。雇用第三个人的时候呢，成本一样是增加 80K、哦、你每多雇用一个人成本都是增加8万嘛， 80K。那、啊、可是雇用第三个人的时候呢，产出增加多少？产出的变动是15。雇用第四个人的时候呢，一样成本、哦、总成本的变化量是 80K， 产出的变化量是增加10。雇用第五个人的时候呢，成本、哦、总成本的增加量是一样是8万 80K， 可是总产量的增加是5，所以你就可以得到这个边际成本的这一个栏位、哦、这个栏位。好，那这个表呢、哦、我们就呈现了、哦、就是当劳动投入是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的时候呢，总生产力也会随之变化。那因为这个总生产力随之变化呢，我们就计算出了这个总成本、哦、平均成本跟这个边际成本这个变化、哦、我们就这个表就呈现了这样的一个东西。那在这里面你就可以看到这个产出跟成本的连结、哦、那接下来呢、哦、我们就把刚的那个成本呢、哦，成本的那个表格呢，用图形哦，试着来把它表示。看刚刚那个所做列出来的这个成本那个表呢，在图形上会长什么样子？哦，会长什么样子？我们首先呢，先来看看比较简单的这个平均固定成本。然后我们说什么叫做平均固定成本？平均固定成本呢，叫做总固定成本除以产量。那因为刚刚前面那个表里面呢，我们列出不管你雇用几个人，不管你产量是多少，这个呢，总固定成本呢总是10万、哦、所以这个总固定成本总是10万，再除以这个产量，产量会越来越多嘛，所以你可以预想到说，
这个平均固定成本的图呢，哦，它会是一个固定的东西乘以一个越来越大的数字，这个越来越大的数字就是产出，所以它大概会是长这个样子的。哦，我们可以来看到，你看当你产出是15单位的时候呢，15公吨的时候呢，这个平均固定成本呢是 6.7。哦，35公吨是 2.8， 50是 2， 哦，60是 1.7， 65有时候就变成 1.5， 看越来越小啊。那因为我们这个图画的也没有那么精确啦，把它当成示意图，不然这个35到15距离应该宽一点，35到50要窄一点，然后会越来越窄，然后不过示意图，然后这样比较好画，然后示意图，虽然你可以看到平均固定成本这个图呢是长这个样子。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那个什么平均变动成本的图长什么样子。哦，刚刚上前面呢，哦，已经给大家列出了这个平均变动成本的算出的平均变动成本是大概长这个样子。哦，那它是雇用一个人的时候是 5.3K， 两个人 4.6K， 三个人 4.8K， 四个人 5.3K， 五个人的时候是 6.2K。如果你忘记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呢，你可以再回去看刚刚的表，我们讨论怎么计算，可以再回去看看我们那时候是怎么计算的。那你把这个图呢，把这个数字呢画在图形上，你就会看到这个东西。一开始的时候 5.3， 后来呢小一点 4.6， 哦 4.8， 5.3， 6.6， 后来又慢慢的又再回来。所以它其实有个 U 字形的这个形状，哦，有个 U 字形的这个形状，哦， U 字形的这个形状，哦，平均变动成本。那接下来呢，哦，我们来画平均成本。哦，平均成本呢前面也有算给大家看，哦，雇用一个人的时候，两个人、三个人，一直到五个人的时候，这个平均成本会是这个样子。雇用一个人的时候是 12K， 两个人的时候呢，产出35公吨，哦，叫做平均成本是哦 7.4K， 哦，平均每生产一公吨呢，你要花的钱是 7.4K， 三个人的时候呢，产出是50公吨，哦，产出是50公吨，平均每公吨呢，你要花的钱是 6.8K， 哦，以此类推，你会得到这个东西。啊，你有没有看到？它很像也是一个 U 字形的形状哦，哦，对不对？它也是一个 U 字形的形状，对不对？一开始 12， 后来 7.4、6.8、7.4， 也是一个这个 U 字形的形状。为什么它是 U 字形的形状？因为跟这个 ABC 也是那个大概是 U 字形的形状有关系嘛，哦，有关系哦。因为这个是 AC， 哦，这个是 AC 的样子。哦，那最后呢，哦，我们来看到边际成本。哦，前面有算过哦，边际成本呢，哦，它是什么东西呢？每增加一单位产出，平均每增加一单位产出，哦，你会增加多少成本？啊，我们说雇用第一个人的时候呢，产出增加15公吨，啊，雇用第一个人的时候呢，成本增加8万嘛，每多雇用一个人，成本都增加8万，可是每多雇用一个人的时候呢，欸，多增加产出会不一样，第一个人会增加15，第二个人增加20，第三人增加15，第四人增加10，第五个人只增加5。哦，我们从这个20、15、15看到这个是什么？边际生产力递减，对不对？这个农地的大小是固定的，哦，你不可能透过无限塞人进去，产出就暴增。你知道说当你人越塞越多的时候，每个人塞下去，每多增加一单位劳动力投入的时候，其实能够多增加的产出呢会越来越小，这个叫做边际生产力递减。所以增加到第二个人，增加到第三个人，增加到第四人，增加到第五个人的时候，哎，这个边际生产力递减，然边际生产力递减，所以其实你看到了这个边际生产力递减，这个数字在缩小啊。可是呢，每雇佣一个人，哦，每雇佣一个人，你每多雇佣一个人，你都固定付八万块的钱呐，啊。哦，所以你看，都固定付八万块的钱，可是边际生产力递减，所以就造成了什么呢？造成这个边际成本递增。哦，所以之前有跟大家说过。为什么会有边际成本递增这件事情？为什么说，哦，成本函数长这个样子？有边际成本递增这一块，是因为跟边际生产力递减有关系。边际生产力递减是在很多地方都看得到，因为边际生产力递减，所以你看到边际成本递增。哦，我们把这个数字呢，把它串起来，就会看到这个一样是倒 U 型的字，倒 U 型的图，可是后面呢，哦，越来越上升，这个就叫做边际成本递增。哦，这个叫边际成本递增，所以我们就把刚刚前面的几个图呢都串起来，哦，你就会看到这个图，哦，你就会看到这样子的一个图形，哦，这个也就是说，这个也是呢我们在前一讲的时候呢秀给大家看的图。我们说这个边际成本、平均成本、平均变动成本大概会长这个样子，哦，边际成本会递增，这个是因为边际生产力递减。那因为边际成本递增，所以你就会看到那个什么
平均变动成本慢慢它也会上升，慢慢它也会上升。那平均变动成本呢，跟平均成本之间的距离呢，会越来越小。为什么？因为平均固定成本是一个固定的数字除以越来越大乘，所以它越来越小。那所以我说为什么边际成本线最后它也会是个 U 字形，因为它后来最后它越来越接近平均变动成本的样子嘛，因为平均成本跟平均变动成本这个距离会越来越小，所以当平均变动成本在上升的时候，你会看到平均成本线也会上升啊，这整个的观念都跟边际成本递增有关系哦，边际成本递增有关系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用另外一个例子来谈谈生产函数呢如何变成成本函数呢？我们刚刚用的是一个那个农夫生产的例子，我们就一格一格的数字推导给大家，让大家看到说为什么成本函数长这个样子。那在这里呢，接下去呢，我们来用一个数学式来算给大家看，算出说，如果你看到一个数学式在描述生产函数的样子的时候呢，怎么样从这个数学式呢推导出成本函数？而在这个数学式，如果你看到边际生产力递减的话呢，你在这个成本函数上，你一样会看到边际成本递增这个现象。好，我们先从这个例子来说，这个例子非常的简单哦，它呢是一个简单的生产函数，它说 Q 等于2，然后根号 K 跟 L 哦，里面是 K 乘 L， 外面是取一个根号，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生产函数的例子，我们就假设是这样的一个状况。那这个里面呢，你看到这个 KL 呢是在根号里面，所以事实上你可以把它写成2乘上 K 的二分之一次方，再乘上 L 的二分之一的次方，哦 ，K 的二分之一次方跟 L 二分之一的次方，哦 ，L 二分之一的次方，哦，这个生产函数。那我们说呢，在短期的时候呢，你没有办法调整这个 K，K 是什么？资本投入，哦，资本投入，哦 ，K 是资本投入。那在短期的时候呢，这个资本投入呢又称为固定的生产要素，你没有办法去调整它，哦，你没有办法去调整它，哦，想象你现在是的。那个老工厂的老板嘛，你说，下个月我要增加产出，我可不可以买机器设备？当然可以啊，机器设备买了明天才会来嘛，明天才会到，或者是建一个新的厂，可能要等到整个 settle 好，可以开始跑，可能也是几个月以后的事情。对，如果你要想说下个月，或甚至是你要想下个礼拜增加产出，最好的办法是什么？找人加班嘛，这个最快呀、所以机器设备这个东西在短期没有办法调整、所以我们说短期没有办法动。那现在假设呢 ，K 是100、我们就想象说它是100单位，100单位短期的时候不能动，所以你就把这个100单位呢带到这个 K 里面来，短期的时候你就用100单位的机器，所以带进来后你就可以得到那个产出是多少，是2乘上100，然后开根号乘上 L 的二分之一次方也是开根号，那100开根号是多少？10乘上2，那就是20，20乘上 L 的二分之一次方。所以在短期的时候呢，你可以看到这个这样，这个是一个生产函数。那短期的时候呢 ，K 是不能动，然后我们就把 K 带个固定的数值是100带进去。所以短期的时候，你就可以把它想象这个是一个常数。然后呢，短期你能够决定产量的，就只有透过调整这个劳动投入，然后可以调整这个劳动投入。那短期的时候 ，Q 会等于20乘上 L 的二分之一次方。那这个 L 的二分之一次方呢？它会有什么？它这个会有边际生产力递减的现象哦。其实这个函数呢，它长什么样子？它是 Q 等于20乘上根号 L 嘛，所以它的样子是会长这个样子，它的样子会长这个样子。它的生产函数会长这个样子，所以生产函数长这个样子，你其实可以看得到它的这个斜率呢，本来比较陡，后来会变得比较平坦。那斜率是什么？斜率就是边际生产力，所以边际生产力本来比较陡，后来会变得比较平坦。我相信大家都对根号 L 的这个图形呢，应该都很有概念，因为这个国高中都教过，所以我就不把它画出来，相信大家看这个图就知道啊，这个是根号 L 的图，它图形是长这个样子的，然后它这个图形的这个斜率是越来越平坦的，斜率是什么？斜率生产函数的斜率就是边际生产力。斜率越来越平缓，表示边际生产力递减。好，那这个是这个生产函数长的样子。那我们现在知道短期的时候呢，这边其实还是有画出来，不好意思哦，让大家刚刚去想象，不过可以锻炼你自己的脑力。我们有画出来，你看这个生产函数呢，就长这个样子它是越来越平滑的哦，越来越平滑的哦，越来越平滑啊，这边就是。劳动投入啦，假设你劳动投入是1的话呢，那它的产出就是20单位、它的产出就是20单位。好，那接下来我们看到生产函数长这个样子、生产函数长这个样子，那我们怎么样从这个生产函数呢推导出这个成本函数、什么是成本？我们说
之前一开始在讲成本函数的时候有讲过什么叫做成本，成本是你的生产要素的使用量乘上价格嘛。那在这个生产函数里面呢，生产要素是哪些？劳动投入跟资本投入。哦，劳动投入跟资本投入，那劳动投入的价格是什么？是薪资。资本投入的价格呢是什么？租金。你可以想象你今天机器设备是租人家的啊，如果是你自己的机器设备呢，啊，你一样要设算租金啊，对不对？你一样要设算租金啊，哦，这样才会算出真正你的花费，你的成本哦，真正你的成本哦。那所以呢，总成本呢就会等于是薪资乘以你使用的劳动量，加上租金乘以你使用的资本的数量哦，所以总成本就会是这个样子。那我们想象短期的时候呢，哦，我们刚刚也说这个不用想象，是定义上是这样子，短期的时候呢，哦，短期的时候呢，那个固定生产要素是不能调整的。那我们刚刚也说 K 是100嘛，假设它是 100， 这个就是这边就是假设，假设 K 是 100， 我们就把100带进去。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的总成本就会是这个样子，薪资乘以劳动的投入量加上100乘上这个租金，哦，乘上这个租金。所以想象如果这是100台机器，每台机器租金是哦10块钱，那你这个部分呢就是付1000。就是付1000块钱，哦，这个部分就是付1000块钱，哦，付掉1000块钱，所以你的总成本就是 WL 加1000。那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到啦，这一块是怎么样，不管你生产多少的产量，不管你生产多少的产量，你这边呢一 K 是100，租金也是固定的，对不对？啊 K 就是100啦，所以这块就是不管你产量是多少都不会动，所以这个就是总固定成本。那另外一块呢就是什么，薪资乘上劳动投入，哦，薪资乘上劳动投入，你在短期的时候你怎么样去改变你的产出，透过劳动投入来嘛，你劳动投入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四个人的时候呢，你的产出会增加，然后 你的成本呢也会跟这个一样，哦，像我们刚刚讲农夫的例子嘛，短期的时候你就透过增加农夫的数量啊，农夫数量变多的时候呢，你要付的这个总变动成本这一块也会变多嘛，因为一个劳动力就是 W， 两个劳动力就是 2W， 三个劳动力就是 3W， 劳动力增加的时候呢产出也会增加啊，成本 of course 也会增加，所以总变动成本就是这个 W 乘上 L 啊， 100 乘上 R 这个是租金固定的，哦，不是你能够决定的，哦，市场上说多少就是多少，那你付的你这时候有100个机器100单位机器也不能调整，那这块就是不管你产量是多少它都是在那边总固定成本。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把这两个东西，一个是生产函数讨论劳动投入跟产出的关系，一个是成本函数，哦，或者说成本呢构成的式子讨论的是什么呢，成本构成是讨论是什么，讨论是说你的劳动投入的数量呢跟总成本的关系，我们现在就把这两个事情连在一起，哦，我再重复一次，这边是生产函数讨论是劳动投入的量跟产出的关系，这边呢是总成本构成的式子，它讲的是劳动投入的量跟总成本的关系。我们现在就把这两个，把这个 L 带掉，那换成什么呢？换成产出跟总成本的关系。哦，把 L 带掉，那怎么样把 L 带掉呢？哦，其实也非常简单。你现在就是要换成什么呢？你现在就是要换成，哦，把一个生产函数啊，跟这边呢是讲说成本是怎么一回事。哦，把它里面的这个 L 的投入量投入呢换成 Q， 哦，换成 Q。啊，你就从生产函数来嘛，生产函数跟你说 Q 等于20乘上 L 开根号，对不对？所以 Q 除以20等于 L 开根号， L 就等于 Q 平方除以400、哦，L 就等于 Q 平方除以400，然后你再把这个什么 L 等于 Q 平方除以400呢把它带过来，所以你就得到了总成本等于 W 乘上 Q 平方除以400再加上 100R 呢是固定不动的，这个叫做总固定成本。那 W 乘上 Q 平方除以200呢，这个部分呢是会变动的。哦，当你的劳动投入是一的时候呢，你的产出会是多少？当你的劳动投入是一的时候呢，你的产出会是20。哦，你的产出会是20。啊，当你的劳动投入是4的时候呢，哦，当你的劳动投入是4的时候呢，你的产出会是多少？4开根号是2，2乘上20变成40，对不对？所以你就可以知道啦，哦，当你的什么，你的这个产出是20的时候呢，20的平方会是400 ,400 除以400就会变成是一单位劳动力，一单位劳动力就会是一个 W。哦，所以在这里面呢，你就可以透过生产函数呢把这个 L 带掉，得到一个产量呢跟总成本的关系，哦，产量跟总成本的关系。那后面这个不管你产量是多少，你看它里面没有产量，
的元素嘛，所以不管它产量多少，你都付100啊，所以这个就总固定成本。这边呢是随着产量变动，这块会变动，所以这块就总变动成本。哦，所以我们就可以得到你的总变动成本呢是 W 乘上 Q 平方除以400。哦，总成本呢是 W 乘上 Q 平方除以400，再加上100啊。哦，100啊是总固定成本，这块是总变动成本。那同样的呢，因为总变动成本是这个 W 乘上 Q 平方除以400，所以我们也可以得到 ABC。ABC 是什么？TVC 除以 Q， 好、哦、，TVC 除以 Q，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 TVC 除以 Q 就会得到平均变动成本是 W 乘上 Q 除以400，哦 ，W 乘上 Q 除以400，然后我们呢就把总变动成本这一块做微分，你就可以得到什么？得到边际成本。边际成本是什么？总成本对 Q 求微分，总成本对 Q 求微分， 100啊是总固定成本不会动的，里面也没有 Q， 所以一微它就是不见了。你只要为这一块就好，这块是什么？总变动成本。所以就对总成变动成本，把它对 Q 求微分，就得到这个 W 乘上 Q 除以200。这个东西呢，就是边际成本。哦，这块就是边际成本。哦，所以我们就可以把这几个东西呢，用图画起来。哦，用图画起来，总固定成本呢是 100R。哦，所以 100R 就是这一块，不管你产出是多少，都是这样子的。总变动成本呢是 W 乘上 Q 平方除以400，所以总成本就是这一个加上这一个。那这个是什么呢？它是一个 Q 平方。Q 平方的图长什么样子 ？U 字形嘛，哦 ，U 字形嘛，一个 100R 再加上这个总变动成本，所以你看到总成本就长这个样子。它斜率本来平坦，越来越陡，越来越陡，哦，越来越陡，越来越陡。所以你可以知道它的边际成本呢，哦，它就是，哎。这个就是对 Q 求微分，它就越来越大 ，Q 越来越大，所以边际成本会越来越大。哦，那我们说，哦，总成本呢减掉总固定成本就是这个总变动成本。那这个水平线呢就是总固定成本，哦，就会是总固定成本。哦，好啊，希望这个东西呢，哦，可以帮助大家呢，哦，更了解这个为什么我们成本函数呢会长这个样子。哦，它跟生产函数，哦，跟生产函数呢是。有关联的，它跟生产函数是有关联的。好，我是中山气管设计员，我们下次见。